是吉祥圆满，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顶礼根本上师坛城三宝，嗡阿吽观想礼拜。让我们掌声欢迎史莲火金刚上师，掌声大一点给主坛上师。让我们也掌声给史莲释金刚上师，史莲主金刚上师，莲花中尺金刚上师，
那今天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那么地藏王菩萨以家宴口大法会，所以啊，我们大家来参加的都是我们圣尊莲生活佛的啊圣弟子。我们首先要请大家以掌声给我们的根本传承上师一个掌声。我们谢谢上师啊，谢谢啊根本传承赐予我们这个真佛秘法。那今天这个大法会，大家手上拿的这个地藏王菩萨以家宴口的这个仪轨，其实大家知不知道，你手上拿的仪轨啊，都是这个地藏王以家宴口，都是师尊他偏定出来的仪轨，所以有传承力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坛上师，我们的供养，我们的所有的信心业力活力一起加起来，我们大家今天把这个地藏王菩萨以家宴口大法会一起来把它圆满，大家说好吗？好吗？Om Bora Morning Tonin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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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a Morning Tonin Soha Om
家宴客大火会，一切都圆满。所有这一次联网宝忏一到十，加今天的大火会的功德，回向给根本上师莲神佛。佛体安康，常住世间，常转法轮，一切都吉祥圆满。祈求地藏王菩萨慈悲，这一次报名者祖先幽灵冤亲债主禅师水准。所有一切灾难、病难、磨难、小轮、港头，通通退散，滚！轰！轰！从二十几岁皈依根本上师。第一位结盟的上师就是莲火金刚上师。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缘起堂还非常的小，大家还不晓得我们的经历。我们以前的现在的师承雷藏寺，以前的名叫做缘起堂，非常非常的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般的大学生来管一个堂，很不容易。大学生哪里有钱啊？我们是没有什么钱的。哦，所以呢，我还记得那时候邀请很多的上师来缘起堂主持法会，都很难邀请。那么有一天，我就打电话，鼓起勇气打电话给莲火上师，说：“莲火上师，我们是一个非常穷、非常小的堂，请你来帮我们主持法会好不好？”那么莲火上师没有考虑的说一声好。一定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作为一个行者，作为一个人，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根本上师的恩惠。那么我这回呢，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激，有这场法会呢，可以把我们真佛宗的僧宝介绍给大家，大家说是不是啊？那么希望呢，不但是今年，希望是每一年大家的发心都能够师承雷藏寺都能够邀请更多的上师团，更多的法师团，在我们新加坡真佛世界大放五彩光芒。那么修佛法最伟大的精神，我们不要讲成菩萨成佛，那一个是非常遥远。我觉得佛陀教我们最大的精神是如何做一个有品德的人，大家说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坛城，台藏界为母亲，金刚界为父亲，母亲的血、父亲的精子结合起来，才有我们这个肉身。我觉得我们有了这个肉身呢，为了感恩我们的父母，应该怎么做？父母恩赐给我们这个肉身，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肉身种下不可思议的福田，来报恩于我们父母的恩情，大家说是不是？百善孝为先，我从小到大接触的佛法只讲一句话，如果父母不敬，你还能够敬谁？如果不孝于父母，你还能够孝于谁？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供养父母如同供佛，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孝心哦。到你们，无论阴阳都得到吉祥圆满。今天的法会非常成功，也感恩所有的上师、所有的法师、讲师、助教，也感恩你们每一位同门来参加。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大家在这里来聚 一堂修罪堂的法会，都吉祥圆满。在祝福每一个拜忏后以后，每一个身体要很健康，家庭也很满，哦，有一点诸粮，福运增加，啊，修行要不要忘？一定要修行的，所以一切用吉祥，说祝福每一位年吉祥、月吉祥、日吉祥，一至六十通通吉祥。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掌声感谢莲火金刚上师珍贵的法语开示。师尊啊，我们新加坡的弟子十分殷切盼望您早日佛驾莅临新加坡，大转法轮。我们也诚心恭请师母莲香金刚上师莅临新加坡。我们大家举起双手，跟师尊师母 say hello。师尊师母，师尊师母，大家你好。来，我们举起我们的爱心手，师尊师母，我们爱你。来，举高一点，一起讲，师尊师母，我们爱你。再来一次好吗？师尊师母，我们爱你。好。我们掌声，掌声。OK， 仪式圆满，谢谢大家，谢谢。